看完展览最大的印象是，这里有三个不一样的门，然后它还有三个不一样的台阶，每个台阶代表你进去的那一道门是不一样的。三个房间里面有高定，有香氛，还有还有一个是珠宝。然后三个房间其实里面东西我都很喜欢，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电影院，就是可以在那边去看电影，觉得很有艺术的氛围。最喜欢的展品是我刚才看到的一件高定的裙子，然后那一套都是非常布灵布灵的，因为我今年就非常想要拥有很多布灵布灵的东西，比如说像包啊，或者是眼睛上面戴一些那种镶的那些钻啊，或者是耳钉啊，反正就是要闪为主。所以我刚才那一套高定礼服我都非常喜欢。然后我听到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那个是大概都用600多个小时去手工制成的，所以我觉得拥有一套就一生无悔了。抖音。